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大埔新达广场分行的 Angel， 今日会带大家来到大埔宝马山看一个有新净靓装修、高层开扬的两房单位。大埔宝马山位于大埔山沿路八号，屋苑位处于大埔南半山地段，环境清静，翠绿环抱，地势比邻近屋苑更加高，自成一角，居高临下，气派十足。屋苑共有九座，单位总数合共有五四七伙，属低密度设计。发展商是信和置业，入伙年期是1997年的12月。单位户型多元化，实用面积由495尺至1033尺。除了分层标准户之外，亦设有特色连平台及连天台户，深受区内客人欢迎。屋苑设有三层高的会所，占地95000尺，会所设施多元化。交通方面，设有住户居民巴士，来往大埔墟火车站只需约4分钟车程。我哋今日睇嘅单位系位于八座，实用面积539尺嘅两房，单位位于高层。外望开扬翠绿的山景，单位全屋附设新净的靓装修，客厅有足够的位置放到梳化和电视柜。饭厅设有对流窗，可放4人餐台。梳化旁边摆了钢琴，可放储物柜。门口入嚟的位置亦都做了一系列的储物柜。厨房保养新净，厨柜有足够的收纳空间，放到雪柜和附设焗炉。洗手间有窗，空气流通，光洁明亮，是用企缸的，放置了洗衣机。第一间睡房放到单人床和书台，旁边做了一系列的衣柜。主人房做了一系列置顶的大衣柜，放到双人床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想预约看楼，或者有任何的查询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。多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